界还有人跟你长得一样？有，而且这个人跟我像到就是会有网友直接私讯我说我们是姐妹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说？为什么不公开？还逼你公开？关他什么事？就问我说为什么不公开？那你觉得你长得比较漂亮还是？讲嘛，说嘛，讲啥？很像啊，很像。你漂亮就漂亮，也不差。那像她会不会有困扰呢？不会，心情好还是不好？她非常漂亮，她非常漂亮。我已经知道了，这已经传太久了，哎，是不是就是 V 怪客的？拿出来。V 怪客，好像哦，天哪！真的，你要公开了，早点公开啦！早点公开。这个有什么不讲的？有更像的。想讲。文明哥。好，有更哦，有，更像，怎么可能？更像的啦，最像姐妹，我知道了。会不会你等一下出来拿一瓶洗发精，然后就说你像花王洗发？花王，月亮，要中奖，别上来欺骗客人哦。要真的有，真的是有很像的哦，不要硬接通告哎。哭了，有像，真的有像哦。好，很凯莉带来的音乐人生。凯莉复制人是谁？赶紧让我们打开眼界吧！哎呦，哎，好可爱哦！哎，安全裤太长啊！我们看一下，原来你们两个这么好可爱，对，对，没有，雅兰本来就是很可爱的，对，但而且身材又好，对，身材两个都不错，对，我们身高又差不多，写真集呢，对啊，也不所以雅兰姐要不要跟进一下？对啊，青春不要留白嘛，真的，我也觉得我想出一本，可以帮我出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去集资。现在流行集资啊！哎，没有，我跟你讲哦，集资搞不好你两下就集到了。对，真的吗？海棒有足臭之夫吗？青菜个人口味不一样，青菜豆腐几两定几行啊？是不是？我跟你讲哦，你就真的来出一本。嗯，我们今天就来好好企划这件事。真的，好不好？我放在我的 FB 帮你。不许一下，对啊，真的假的？那个随便一个都一二十万的那个点赞率，谢谢干爹，谢谢干爹，谢谢干爹。先别这么说，我是赌上了我的演艺生涯。我玩的不会很大，我会 FB 上面就一直被屌啊！你疯了，你发现你头昏了，你老了，你昏了，你猪啊，你笨蛋，你傻瓜，你怎么帮他出钱？希
希望可能是买你的一本送凯莉的一两本，买一送二。所以因为他那一本现在有存仓存了一本，哎呀，卖很好哎，卖几本啊？好，三刷，三刷了啦，卖的很好，一刷几本？两本。一刷，因为我没有一刷，没有这么少。不要在意那一些，我知道卖的还可以。今天有一个人买，我们就是已经感谢。对，真的很感动。那你也可以来，真的哈，我决定帮你，好吧？过去我有帮忙一些佛经注印，放在电话。无名心，不要这样，宪哥，我有人鱼线哎。哦，真的吗？当然啊，我要不要先给你看？不用不用不用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不要，先不要。来来来，佩佩，哎，我觉得。那个凯莉出来的时候，我就在想说，另外一个是谁？另外一个是谁？就万万想不到是雅兰姐出来这么的像哎！我刚他们一出现，我真的有起鸡皮疙瘩哎！真的吗？你以为匹马聊的？那个私下的时候，工作人员要找他，然后看到我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哎，凯。”然后我一转头，他就不好意思，就是就看到我侧面，就觉得我是凯莉了。哇，太棒了！对啊，侧面像到这种程度，好可爱。就是因为他们平常是不同的身份，一个已经是妈妈了，然后一个还是少女，所以没有办法把他们联想在一起。不知道打扮起来这么的像耶！我今天就最担心有一个人来现场。长明，侯长明，他过去看凯莉后面啊，这我老婆去了。长明哥最会这样，千万凯莉千万不要上长明哥的车，不然要一边开车一边对，来来直接来看分数好不好？哦，四位。他们这个这一组啊，要跟上一队来比的哦。刚刚是32分，到底凯莉还有曾雅兰他们获得几分？请给分。九七九七也是32分，有啊，同分呢，哎，七九九七九。两位，赶快下去看看啊！来来，谢谢谢在就不要拍拍照，在家看三立新闻网，隔离就不要拍拍照。想知道疫情最新资讯，就要看三立新闻网。懂了就动作啊！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就是这么简单。SETN 三立新闻网最优质的网络新闻媒体。